大家好，这是个兔舍角，我们在户外兔舍时，钢绳发生了破骨断裂，在不具备插套、不会换绳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到此方法啊。首先，我将破损的钢绳头一侧打个单结，打完单结之后，将那个钢绳头奔着兔舍沟给它穿过，穿过之后。再奔这个上边这块给它穿回，穿回之后，再奔个这儿，再给它缠绕一圈，然后将这钢绳头压到主绳上面，这是最主要的啊，这还是没有完成的啊。我们中间一定要插上一个杠杆，当它受力时牢牢锁紧。插上杠杆的目的是，我们在拖完车的时候一节一节将那杠杆拔出之后，中间有个空隙，直接就解开了啊。非常的简单，而且实用。